对人好也要有底线啊，太过分了都不好，要分寸感。来，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就是我觉得他就平常小题大做多一点，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，在一起也挺久了，然后我是不想分手，然后希望他就以后你做也行，就别提分手，就没了。我觉得吧，我有些事情还是挺过分的，就跟老师说的一样，就是有点不成熟，然后我以后这些问题我都会注意的，也不会对你这样了。嗯，请亮灯，谢谢你们，请回两位。来，请关门。这一对作何选择？请开门。来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来，有请。哦，谢谢谢谢。见证属于他们俩的幸福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哎，男生哭了哎。哎，你是没抱过他吗？不是。那你怎么哭了呢？这么激动啊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我以为他就又回去了，然后我还要再哄他。姑娘，你听见没有？男生现在已经重压之下了，他怕再哄你，以后别老让他哄你了，行吗？好。来来来，这个送给你们，要开心啊，好好谈恋爱，好吧？祝你们学得好，也谈得好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啊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